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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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我现在读不到，他一直读不到那个控制器，就是对，所以我要等一下下。行李还没整理好啊我都到最后一刻我才整理行李的ANANLCA 20个月，谢谢订阅。好烦哦，每次都这样，我只要换一下手法就接不回来。我有把它重置啊，我按重置啊。拿针嘟他，包子五个月，谢谢订阅。护照忘记带，我的护照跑到哪里去了？哦，有，我的护照还在，很好。而且我这一次，这一次去日本算是我第一次，是我自己筹备所有的行程，然后带我家人去的，所以我有点担心，因为其实我日文也没有很好，就是能够读的地步，可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可能就很简单的词汇会而已，所以要带我爸妈还有我阿嬷一起去日本玩，其实我有点担心，我不知道行不行。睡过头，大不了就不要睡觉喽。我就一路到早上，就不要睡觉了。炫耀我等等要去滋老四川火锅窝，还是被请？你要去吃老四川哦，好好哦，我好久没吃老四川了。传输现在 PS4 原厂现在接到，可是我之前不用原厂接到，不然我把它换回去试试看好了，换回黑的看看。那万一这把也接不到的话，我不就不能玩了吗？哎，好像有，没有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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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妹妹才过去三四个月而已啊。嗯，对，我阿嬷会日文，我阿嬷
自学能力也蛮强的。我常常在在家里看到他在开那个日文台学日文，所以我觉得我奶奶搞不好比我厉害。怎么办？不会日文没关系，亚拉那一卡这句打招呼一定要会，屁啦！嘿，休假，亚拉那一卡，然后还要这样。我阿嬷的日文都比你厉害。还是我应该 PS4 要重开机。大阪都是说中文的，有这么浮夸？我要往 PS4 重开机好了。对对对，没有没有，我们在日本会合，他们在高雄搭飞机，然后我在台北搭，希望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爸没有出过国，我爸从来没有出过国，有一次我们全家有筹备旅行要到北海道，但是他那一次他没有跟，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他就又放弃去出国的机会。那这一次我就跟我爸说，就是这一次旅行我来筹备这样子，他只要把时间空出来给我就好了。打cos 服有带去吗？我没有那么多行李可以带。还带 cos 服去，我是很想抓我爸陪我 cos 那个人中之龙啊，可是，哎，算了吧，算了。去日本不用签证吧？有了。住民宿吗？对啊，住民宿。哟，刚瞬间错。不是，我就算要扣着霞山，我去那边，我也不知道要扣着什么东西哦，因为只有自己到底是要干嘛，没有任何梗可以那个啊。我总不能带把假枪去日本吧？带道具假枪去日本，这样很怪啊。走只有自己霞山走在街头也很奇怪。狩猎黑道，哎，对，在玩之前给大家看个东西。哦，终于回到熟悉的 BGM。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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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来找个比较
舒服的背景之后，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要开箱，开箱给大家看。我很久没有开箱东西给大家看了吧？因为还蛮特别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样说个故事，也没有也不算故事啊，说个小小由来。我有，他应该在上班，所以他应该看不到。我有个很可爱的学弟，我大学有个很可爱的学弟，当初是他带我打英雄联盟的，因为我对那时候对英雄联盟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好感，我就觉得那游戏就这样子，但是就是不会想要玩。可是那时候就是因为他玩得很凶，所以他就是因缘际会之下，他教我打英雄联盟，然后教我玩提摩，那是我第一次玩英雄联盟的契机。好，然后这个学弟呢，电脑还蛮厉害的，所以呢，大学时期是我的电脑工具人，讲很白，电脑工具人。总之就是所有电脑问题我都找他了。然后他现在在那个台南，应该在台南吧，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因为学弟已经很久了，很久没碰面了。对，反正就是他在类似也是当电脑类似工程师吗？还是反正就也是走电脑这一行就对了啦。然后他近期拿到一组键盘，然后他推荐我用，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开箱他送的键盘。这其实应该不算是业配，因为我并没有拿厂商的钱，只是就是单纯觉得这组键盘很可爱，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超大盒。然后这个还蛮特别的哦，这组键盘为什么很特别，是因为它跟听说它跟乐高做结合，可是我不知道这一组有没有。这个是 iRocks 的 K76M RGB 三色吧，好像他说可以变换颜色。我们来开箱看这个，噔噔，它可以这样子变换颜色，然后你们有看到它上面有乐高吗？它这边有乐高，然后这个都是乐高的那个洞洞，它可以嘟进去。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这组应该是黑色的吧，好像不能嘟乐高。左右相反的键盘K76M RGB。你们为什么对 K7 这么敏感呢、啊？你们是不是？是不是？哎、欸，有哎、欸，它有乐高的那个、欸，这款不便宜，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它价格多少钱、欸。学弟是否对我很好？没想到，事隔这么多年了，他依然忘不了我。莫名其妙把学弟推坑。哦。是全黑的啦，可是我觉得白的好像比较可爱耶、欸、可是它这是全黑的，全黑的也不错，因为不容易弄脏。然后它真的有乐高的那个洞洞耶、欸、乐高洞洞有没有？我们来 接个那个线，看会不会发光。这会发光吗？这是黑的耶、欸、可是它上面写 RGB， 它应该是会发光吧。它如果不会发光，就不叫 RGB 了吧？哦，哦，哦，有了，有亮，有亮，有亮起来，这样呢？背光是机械式键盘，这是静音的按钮，它没有声音。它还蛮安静。晚上好，出国旅游请玩的尽情，注意安全。除非我按很大力，不然它基本上算蛮
蛮安静的。其实我不太会分茶轴跟什么轴，可是这种键盘的打起来的手感是我喜欢的那一种，就是我喜欢它不要太软，然后按起来没有声音的。我喜欢它有一点哒哒哒哒哒，我喜欢键盘有哒哒哒，但是又不能太吵哒哒哒。我也不知道我喜欢那种是什么轴啦，你们比较清楚啦，你们比较清楚啦，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应该算是机械式键盘了，只是它打起来不会很吵，还蛮不错的。然后，因为他跟我说他这个要给我的键，哎，他为什么旁边是有这个框框啊？你们看得到吗？旁边有这塑胶框，透明的塑胶框，哎，他整组键盘外面都包了一层框，哎，我第一次拿到这种。旁边有透明的塑胶框，这用意在哪里？不会撞坏吗？好像还蛮酷的。然后因为他跟我说这个键盘是可以煮乐高的，所以我弄来了几只乐高。哎呦，我特别去弄来了几只乐高，我们来试试看，看能不能哎，真的可以卡上去。可以卡上去，它真的可以在上面煮乐高，哎，所以如果你有玩乐高的话，你可以这样子煮。如果是乐高的喜欢的人应该会喜欢吧。这个嘟得上去吗？达拿小人，其实你们知道这乐高达拿来的吗？从家家无康来的，因为我没有在玩乐高啊，我就直接去康了几个。他们搬家之前，达拿好可爱哦。这个乐高装上去还是可以玩游戏，因为它不影响啊，它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它就是在前面这样一排。当然你不要把它煮到这边，你如果煮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按不到了，你可以煮比较短的东西吧，可以煮比较短的东西吧，大概就这样。这键盘多少钱啊？我也不知道欸，这键盘是这个叫这个叫做嗨，左右相反，我把它嗨，将将将。旁边的塑胶框是可以去做更换的，可以把乐高面板换成其他面板。另外说明书有灯光变换教学，我也是用艾瑞克的波浪符、哦，所以你也是用这组哦，不是这组，应该说你也是用艾瑞克的，哈哈，艾瑞克斯这个艾瑞克斯的，然后这一组是 K76M Fun， 嗯。K76M 饭还蛮可爱的，可是我觉得白的比较好看耶，突然觉得白的好像比较可爱，女生会喜欢白色的，可是黑的也蛮酷的，只是因为黑的乐高煮上去比较不可爱。可是它可以放个小人在这边，还蛮可爱的，可以这样子放。因为你们知道乐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乐高的那个创意空间其实很多，所以你可以弄个云霄飞车在这里，然后就有车子这样子上去，然后有船，海盗船在这边摆动，然后就可以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如果放在就是工作时候放在电脑桌上还蛮酷的，这个颜色哒哒哒哒哒哒。哎，我突然觉得我的键盘可以换一下了，因为我自己的这一组键盘。我用蛮久的，我是一个会把东西用到坏我才换的人，但是拿到这一组好像可以换一下，而且这个空间比较小，我原本的那一组键盘比较大个，这个还蛮不占空间的，好吧，就这样吧。
乐高哪来的？从家家户扛来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乐高是谁的，可是他们家家户有很多东西，就是他们家家户有很多东西。然后上一次去那边打桌游，打桌游还是唱歌。我上次去那边干嘛？开台的时候就想起来会拿到这一组键盘，所以我就在旁边拔了，偷偷拔了几只乐高走。他们应该也没有发现吧？我觉得家家户的东西，他们少了，他们也不会发现。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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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童声笑得好开心啊，童声。我就拿几只而已哦。你的罐头塔昨天被抽掉了，就那个不是我，不是被抽掉，是我。我不拿好不好，那个罐头塔谁要，我不要那个罐头塔。哎、欸、不对不对不对，我不是我是拿我的罐头塔去跟叶白换月熙的那个眼霜， OK， 所以我月熙送给叶白的眼霜现在在我这边，因为我跟叶白就说，哎，叶白，那个罐头塔、啊、你自己留着吃吧，那个眼霜可以给我吗？然后叶白就，你不要我的罐头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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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耶！我们可以来玩游戏了。哎，啥？不是。那个罐头塔真的很扯哎、欸！导播哥在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他跟我说：“你知道我今天经过叶白的房间，我听到什么吗？我听到他在节目前的十分钟还在那边缠他的罐头塔，他听到胶带缠的声音。那些罐头应该他当天跑到楼下随便买的吧？”我当下还很心虚，想说哇，就我自己忘记带礼物怎么办？要、啊、不然我准备个好一点的，然后我就说我要送《魔物猎人世界》游戏片，就搞到最后居然是我送最好啊！可恶啊，可恶、哦！是不是游戏没声音？我把它打开。加啦，嗯。哎、欸，你们游戏听不到声音，对不对？我现在发现，哎，我的游戏停住了。等一下，我把它重抓一下。有交换礼物是要一堆垃圾交换才好玩，是啦是啦，的确是这样子啦。小黄948714个月，谢谢订阅。现在有声音了吧？
ちゃん強そうだな。わっ阿梅的名字，小梅，干嘛去记人家本名呢、啊？乱报人家本名、啊。是不是开完极恶就要入牢了？为什么要入牢？为什么会入牢？被急是不是？被急。しばらく寝てろ。我怎么记得之前这烧肉店在一楼啊？还是我记错了？哎，我是来吃饭的。我第一次来日本，我是韩国偶像李焕英。李焕英。地质26个月，谢订阅。小姚在那个、啊，小姚在妈妈桑那边吗？我很有钱，可以给你很多谢礼。你有超过2000万的资本额吗？我可是有2000万的哦。哦哦，你虽然长这样，却很善良。这什么东西？감사미감사감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감사합니다길류상길류상아리가도요你可能不知道，我非常的幽敏，女人看到我就会跑过来。希望你可以尽量避开。我想去小房间里看色情影片。他长那样子，你跟我说他是北永俊。我对日本的 女生色情影片很有兴趣。不是啊，大哥，你在自个国家也是可以看日本片的吧？你有需要跑来日本看日本片吗？不能与神室町的居民交谈，不能消费，靠腰，我要吃饭啊，不能搭计程车，不能进入部分的设施，不能在街上战斗，这个很好。不能进行保存，这意义在哪里？如果让街上众多女性粉丝抓到李焕英3次，会终止观光。若想要停止观光，好的。靠腰那么远哦？哎，不对，不对，不对，我要去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色情影片，色情影片是很多个零，19个月，耶！谢订阅。哎，有个播片片的地方，它有名字吗？这边吗？蓝色对话框就是了。哦，有贱人，快绕过！哇，这样就算输了。小刺15个月，谢订阅。对啊，他为什么不好好的？他为什么不好好戴口罩就好了？哇，我们是不是跑更远了？哇，我们跑更远了，我的傻眼哎！那这样子全都要绕过哎，我要绕过哎，我完全不能走有女生堵住的地方，我要绕过他们。
哦，大哥啊，别跟好，跟好。好，我们进了，在这里。我一定要带你体会我们日本的文化，来呀！看你那么可怜，从没看过片，就在这里。哦，嗯，诡异的气氛棒极了。别，这种店不该两个人一起进去，一起看片。对。私は。え？哦，连这个地方都，我太小看日本的色情片了。有漂亮男人的地方，何？有漂亮男人的，有化妆充满少女心的男人。亚天使，哦，好的。我们要去找球球。OK, go, 很近。哇靠，是怎样？好，没问题。带你去找我们东京最正的男人。这里啊，哦，这就是亚天使。哇，小绿好美，这里是乐园。哎呦，嘴巴好甜哦，长得还那么可爱。一口吞，他在嗨什么？一口吞。拉面 OK 哦，在最上面对吧，我记得在最上面。哎呦，不是哦，哦对，那是大阪的。哎，没有很远。九州一番新，来看一下这上面，这边不知道绕不绕得过。哎，不对，他好像逼我一定要走左边，走中道大街过去。哦，这个要绕很远。OK, 没问题 ，Go。Lucky Ball, Go。我这次去日本，你们会想要这边是大阪还是东京？我这次去日本，你们会想要看我直播走在人中之龙的街头吗？大阪的，就是我上一次有直播过，哎，对，我上一次有直播过，哎，可是那个讯号没有很好。如果这次讯号好的话，我可以再直播看看。这是什么啊？这群有这只吗？想哦，可以吗？好啊，我不确定我这次租的 WiFi 机它的能力好不好，但是我尽量就是试试看，它如果讯号好的话，对啊，我就可以直播。如果真的不行，我就只好用录音的了，没有人挡着。Sega 晴广场，我是去大阪，所以大阪的话是那个河中间有
有河，然后有螃蟹的那个图。而且我哦，就是因为我去过人中之龙的东京的，就是道顿崛跟那个神室町，对，神室町两边我都去过。然后我那一次自己去圣地重游的时候，我是开着人中之龙的地图在逛那个街道，我就发现哦哦，我这边真的哦哦一模一样哦，超宅，开着游戏的地图在逛日本的街道。哦，你不是李焕英吗？是李焕英。他到底是谁啊？他等下会不会变成外星人，然后飞上天？30万哦！我有个很棒的礼物，但被抓住时好像被抢走了。あれ？呀，抱抱我，真心都要抱，让我嫁给你。喂，等一下，我要打大神门吗？我要打大神门吗？哟，你这混小子体格不错嘛。所以他原本要给我礼物吗？他没有讲哎，他没有给我礼物。九州一番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对啊，偶像怎么没有经纪人呢、啊？うまいな。叮叮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哦、oh, ，对吼，零失败奖励，对，因为我刚刚有失败过一次，嗯。哦，和九州一番新的店长混熟，我要和你做朋友。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是我多吃就可以跟他混熟了吗？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光顾九州一番新。好多支线任务、哦，我又好想跑支线哦，可恶！可是又很想要主冲主线，因为怕过不完。都是因为你撞到我，害我衣服脏了，你要怎么赔我？就算你这么说，明明是你先撞到我的，你的衣服本来就是脏的。和千两大街的拉客店员混熟，好的，去帮忙，这应该蛮简单嘛，帮他揍人就好了。勘弁してくれ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噔噔噔，他的攻击招式是什么？钢铁告示牌。汤面的精髓，我好想要学汤面的精髓哦！想学汤面的精髓，可恶！我是不是应该去针灸一下？攻击力提升。
消化力提升，经验值提升。学起来哈，酒量，欸，真岛建设我完全没有玩，欸，可是又不会让我想要玩。真岛建设就上一代那个系统不一样，觉得普通。我多的是钱，你想要多少？到底懂不懂自己做了什么好事？我什么都没有做呀！你不是抢了我的女人吗？他只是说他讨厌穷光蛋过来找我而已。是你炫耀你有多少钱，故意诱惑他的吧？金钱游戏，重灾呀！重灾！我怎么那么奇怪呢？对。救救我啊，店员！黑名单惯犯，因为我常常砸店入侵，我居然解锁黑名单惯犯。仲裁，裁，对吼，裁耶。谢谢你救我，你是因为知道我所以才帮我的吧？他是谁？你不知道我吗？啊哈哈哈，真是稀奇！我是 IT 企业智慧医店的社长阿广。阿广，嗯，我想要送你一些谢礼，该送什么好呢？哦，我把公司的股票用超低价卖给你吧，1000股卖你50万元。小钱，我有2000多万，给你。50万是吧？他都说会涨价了，希望他可以让我回本。看一下，应该在这边吧？股票，千株券，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卖？长得还有特色的路人，不，我真的没有卖社群的东西。我就说了，并不是那一种的，但要特殊说特殊，的确是很特殊。请放过我吧。等一下，这边是以前放那个色情贩卖机的那个吗？武器影片商人，武器影片，影片。对，啊？对吼，这个广，这个小小地方是以前放那个，放那个色情贩卖机的那个，是吗？看起来很像。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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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广场。30万场地费哦，小钱啊，滚！我连打你们都懒。真的很抱歉，组长还是真岛的时候并没有收钱。自从地盘老大换人，场地费就变得很贵。我以前是提个哇，在场的骗子当场地费。你看起来很强，或许会有兴趣。喂，我老婆安安。喂，谢谢你的懂呢。拐棍双头杆是什么东西啊？拐棍我有哎，双头杆至少没有买过哎，哇，能买。
简单啊，这骗子简单。小钱儿，我叫山上，以后可以卖东西给你。我对我的商品很有自信。他长得很像白云。很像白云，就是白云吧。可是白云好像又变瘦哎、欸。白云，咦，下一个。看片片的，我是不是要？这个是可以去这边看片片的吧？看完可以学武术，对不对？我把它看一看哦，增加我的武技。手間取らせやがって。好穷哦，天啊！白金盘，还行还行。这就是刚刚那个人呢、啊？这就是刚刚那个人吧？很像哎、欸。很像哎、欸，他兼差是不是？好像、喔。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さ、行く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バ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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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ダ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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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找有没有可以没有，好像要消化快一点的那种水，需要到药店去买，要让它消化快一点，吃多多。哔哔哔！我希望以后人能走，他以后也不知道不再出续作。他如果以后可以出，他希望他可以做一个急的动作，是可以把人推向车子，然后被车子碾过。怎么没有人？就是怎么没有这种东西呢？御风五个月，谢谢订阅。看片片，看片片。功夫家，ニックキスーパーカンフーマンめ、なんてトンファーさばきなのだ。我がトンファーの前に敵はない。これで終わりだ。ハーランブ。拐棍技术，若能顺利模仿其中的动作，或许派得上用场。拐棍，拐棍的精髓，哎呦，是有。震惊！菲律宾秘书。私はフィリピンに行き、新しい武術カリに出会ったのだ。なんだと？それは別名、エスクリマやアーニスなどと呼ばれるフィリピンの国技ではないか。ああ、そうさ。クライ、まずは基本となる構えから繰り出す。
基本的な動きの一撃を。ふん。ドゥル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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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棍。我有拐棍，可是我好像没有短棍。不，我还有片片没有看完。片片，噔噔噔噔。还要点技能哦，哈！空手师傅赖行四次郎，よく来たな三次郎。三次郎。お前の時代はすでに過ぎた。これからはこの背形四四郎の時代だ。四四郎の。いやそんなことはさせん。この姿三次郎は永遠に不滅。貴様などに負けません。昔よりならば実力で決着をつけてやろう。行くぞ三次郎。没有学到东西吗？醉拳传说，可是我很少在喝酒哎、欸，我真的很少在喝哎、欸，这个学不起来吧？还要喝酒？貴様の水拳はすでに見切っている。そんな安酒に酔ったような動きでは勝てんよ。この私にはな。その考えはジュースのように甘いぜ。厳しい修行の末に進化した俺の水拳を食らいやがれ。な、何？それは高級シャンパンに酔ったような動き。貴様、一体どこでその動きを。还有一片，还有一片，还有一片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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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铃铃铃。喧嘩で使える技を紹介するぜ。これで絡んできたバカを返り血にしてやんな。まず基本は目つぶしだろ。それに服を掴んで。おおこら、てめえ何わが物顔して撮影してんだ。おら、ここは俺らのチームの島だ。こら、あ、なんだてめえ。上等だ。てめえはビデオの教材にしてやる。くらい。最初は目つぶしだろうか。毒眼睛，看完了，看完了。哎呦，蛮便宜的，拐棍的精髓。短棍的精髓 C8 C95518267344。 四个月，谢谢订阅。还有小魏14个月，谢谢订阅。
啪啪咚，锵锵锵！首脑大大晚上好。摩羯晚上好啊。空棒吧。所以其他的应该是都学到了吧？我不需要特别的去那个吧。好，那我们可以来跑剧情了。哎，针灸是在大阪对吧？嗯，どちらまで行く？それでは。咪咪咪咪咪。我现在又不能针灸，不行吗？他需要达成什么条件？我以为我数值够了，我就可以针了哎。我要怎样的情况才可以针？哦，白婆哈利，谢董呢？祖先要推，要找白婆？针灸是要找白婆吗？装备拐棍还要技能哦，不是学到就好了。哇靠！哦，这边呐，我要差一点点，需要绿的。さあ行く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没办法了，直接推主线好了。你们想说学的强一点的时候，我再去打。どちらまで行かね。それでは。回去。今天天气很一般。爸爸妈妈都不在，弹力球好不好？管他的妹妹鼻涕擦不完。咚。老婆，啊，あなたか。ごめん、お店勝手に使わせてもらっちゃった。这边是有人整理过，是不是啊？我怎么记得之前来的时候灰灰脏脏的？他喝麦香奶茶吗？どうしたの？何か聞くことがあったんじゃないの？いや。そう。
関西に帰るのか。ええ、あんなことがあったばかりだからママのことが心配なの。ママのことを心配。大阪までは一緒に帰ってあげたいの。ああ、そうした方がいい。なんか大変な時に逃げ出すみたいで悪いわね。いや、こっちのことは心配するな。そうね、もうあなたの身辺保護も必要ないみたいだしね。やだ、ごめんなさい。ククラ、タククラ。怖いの。怖いよ。え？これ以上事件のことを調べるのが。初めてそう思った。あれだけ知りたかった私の過去、どんな事実でも受け入れられると思ってた。でも、あなたの言った通りよね。やっぱり辛くなっちゃった。新横夜雪斗妹，もうやるしかないのよね。对啊，今年最后一次开台。大丈夫だ。え？結果であろうと、俺が全てを受け止めてやる。だから、何があっても帰ってこい。この町に。我还蛮惊讶的，我还蛮惊讶的，不是，历代遇过那么多女人，那么多好女人，居然栽在这。他们为什么不在一起？为什么不在一起？ね。嗯。一辉说的奇怪的是跟炸弹有关。惊喜资料片，诅咒拐棍，诅咒拐棍是怎样？诅咒拐棍。别索免，别索免，真岛的安全帽，火箭筒，火箭筒，违法改造警棍，小野美智子，大小，他比卡哎、欸，这个不是那个吗？这个不是广岛的那个吗？广岛吉祥物吗？金色西装，
广岛吉祥物啊，免费的 DLC， 好棒哦！对，那个 ONO 超可爱 ，CC Club Love Bunny， 好想好想进去哦 ，CC Club Love Bunny。屁啦，德威武 CC 帮你搞骗，说好的 CC 帮你呢？没帮你啊，嘛没 CC 啊。好想去酒店看那个兔子，不是兔子啊，那个橘子，靠腰，橘子，匕首可以装火箭筒两发，看打 boss 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留着打 boss 的时候用好了。如果你有武器大师，火箭筒就是无限发。哦，来たか。カズキ。キリュウさん、すいません、お呼び立てして。いや、それより体の方は大丈夫。哦，他就是被那个韩国人假冒的。もう大丈夫です。カズキ、すまなかったな。こんな目に遭わせちまって。いえ、伊達さんには助けてもらったんです。何言ってるんだ。いや、本当です。私をあの組織から救い出してくれたんですから。どういうことだ。実は半年ほど前から私は監禁されてたんです。半年も。え、じゃあ店にいた和樹さんは。偽物。あれは俺じゃない。例のもう一人の男だ。最初は俺も信じられなかったよ。自分そっくりの人間がもう一人いるなんてな。その男は韓国人でした。尋問派の連中か。そうです。店先で急に襲われたと思ったら半年間も監禁される羽目に。じゃあ奴らお前を利用して俺たちをはめようと。おそらく。桐生さん、伊達さん、奴ら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話して。欸，我现在才发现他长得像言承旭，很像道明寺。难怪我觉得他看起来很眼熟。監禁中に知っ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が。是言承旭啊。奴らはこの町を破壊するつもりなんです。どういうことだ。爆弾は一個じゃない。すでに多くの爆弾がこの町に仕掛けられているはずです。该不会要我去拆炸弹吧？奴らは着々と準備を進めてました。爆弾の場所は。ただ数は分かります。怎么会不知道？いくつだ？不知道地点，知道数量。連中は言ってました。14個。26年前、殺された恨みの数だけの爆弾を用意したと。キリュウ、確か例の事件で死んだ人間は33。爆弾は全部で33個。一つがミレニアムタワーの爆破。そしてもう一つが。昨日倉橋が準備したものだとすると残りは31個だ。キリュウ、31個。俺は警察に事情を話して爆処理を発動できるように要請する。爆処理？爆発物処理班のことだ。たとえ爆弾が見つかったとしても専門知識がなきゃ処理することはできんからな。分かった。
像神行太保那个哦，换成黑发就很像，对，闷骚色狼。闷骚色狼叫什么名字来的？嗯，我只记得他叫闷骚色狼。香龙会要发动总攻击。何？哦，对，一条城啊，闷声色狼，一条城，搭计程车前往东城会。大吴终于要做事了，是不是？大吴都没做事哎，大吴好废啊！哦，还在那边打架，这城市都被炸了，你来找我麻烦，受不了哎！不找找吴大侠。負けねえ。やるな。やるね。死にや。時間食っちまった。どちらまで行かれますか？それでは。神行太保完结也蛮突然的。差不多啦，他出蛮多本的。安安姐是第一次看台。安安呐，晚上好。でも大丈夫です。爆弾の件に関しては、伊達さんが警視庁に掛け合ってます。今俺たちにできるのは、町を合流会から守ることです。そうは言っても。主だった幹部は殺されちゃって、对啊，东城会主要干部都被杀了，到底要怎么统筹他们呢？柏木さん、風間くんの兵隊集められるんだ。鲤鱼在后面。小室町周辺の組織に声をかければ、鲤鱼王跟風間老爹在后面。300ぐらいはなんとか。柏木さん、その300人、俺に預けてくれ。うわ。すぐに招集をかける。要做事了，是不是？搭救会のために立ち上がってくれるんだね。我不愿意再当废材了。我混了那么多个章节，这一章该做事了。小田隆二のようなやつ、好きにさせたくない。合流会を返り討ちにしてやる。大吾。お前。お前。哇！好多车车哦。哎呦。聞いてくれ。就这样都要脱衣服讲话就对了。看到我背后这个吗？関東の極道組織の存亡をかけた。还有点肉。嘿。嘿。俺たちはこの町と共に生きてきた。世間様から痩せれば綺麗事かもしれねえが、俺はこの町が好きだ。だから世話になったこの町に恩返しがしたいんだ。天下の登場会の組員として体張って合流会のカモロ町進行を食い止めようじゃねえか。これで大吾は誰もが認める登場会の跡目ですね。我如果是主人才不会想听他的话嘞。这小屁孩之前都没做事在那边混，现在才出来。すぐに西の河原へ向かう。どうしたんだ？伊達さんからだ。
何か問題があったらしい。啊，真岛嘞？真岛那也没去。真岛被打了以后就没有出来了耶。对啊，原本说是要马吉妈来，衣服又穿上，衣服又穿上。话讲完了，会冷会冷，快来穿衣服。啊，搭车车。北七才用走路的，我们有车车啊。それでは。叮叮叮叮。他都穿羽绒衣耶，他为什么不换黑道服啊？他看起来好没气势哦。嗯，使用严禁管理人，严禁不能用厕所。北七用走的，哈哈哈哈哈！北七用走的，哈哈。